怎么样一天？逛好累啊！我也觉得这儿太大了，我觉得我们才逛了大概有个几十分之一就已经。One hour before。行，我们现在在去一号馆的路上。Look at that mirror. That is called, I think, it's the fittest mirror. Uh-huh. It's a competition. It's 1 minute jumping jacks competition. All right. How much calories you can burn in the 1 minute? So we're gonna try it? Yes. So, 感觉怎么样？I'm so tired. I don't know why I try this. Yeah. It's your turn, right? O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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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!我多四十分，满分是一百分，看来还有很长路要走。参加消博会，我们的目的的话，第一就是希望品牌更多的一个曝光，第二话能有更多的一个渠道，包括海南跨境电商的这种渠道一种尝试。啊，30岁，完了，亮哥要请我吃饭。哎，不对，24岁，哎，还是挺准的。哎，为什么你的压力这么小？因为我在海南消博会现场啊，这里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连同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。这里不仅有高大上的游艇、豪车、玉石珠宝，更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美食美酒。消博会不仅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品引入国内，也帮助国内优质消费品走向世界。